色系穿搭，然后这个 check 的风衣，脖子呢，因为我怕冷，我觉得冬天你脖子不冷，你整个身体都不冷。我里面有穿羽绒背心，然后还有一个毛衣，这个针织的毛衣。那就出门喽，拜拜。待会呢，我要来做一个包包啊。这个包呢，它就是要用这个皮去做的。我之前买的，我之前帮朋友做一个什么腰包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顺便逛了一下，看到这一块皮，我觉得这块皮还不错，就是它是那种有点亮亮的。感觉它是有上一层胶，让这一个皮变成有亮度的，不是一般你看到的那种感觉啊。可是我刚刚上面喷到一点点水，有点黑黑，一点一点的。可是这没有影响，它干了就好了。切割过比较零散的那种皮，所以价格也会比较便宜，好像才300块吧。如果你300块做一个包，我觉得非常的划算，你比去 Zara 折扣季还要划算。而且最近 Zara 折扣季，如果你有想买东西赶快去，不然会被买光光。因为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说用这个当底色，它是肤色的斑马纹，应该没有看过吧。我会跟黑色的皮去做一个拼接，把它变成专属于我的包。这个就是我之前帮朋友做包包的时候，他选的那个皮。我要在这上面做一些那个斑马纹的纹路。好，然后现在就先这样。白色的这个呢，我想用车线把直接车起来，这样子应该效果不错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先车起来试试看咯。
我要来把它弄上拉链，刚好哎、欸，这个尺寸，这是我在家里面找的，就是之前买的，就它刚刚好。没上里布，等一下要上里布，然后这里我把它稍微做一个收边，就会完成了。我还做一个口袋哦，可爱呗，欸，真的蛮可爱的。现在要裁里布，然后我上一次也是用这个颜色的里布。这个是一样深片，然后底部、侧边跟这个是一样的颜色。看我做好了这个包，它就还蛮小的，可是容量很大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就很随性。这个包我的底部是设定5公分，所以它是有一个厚度的，而且我看我很认真的在下面还做一个拼接车线啊什么的，就下面我还蛮满意的，然后这个角度我都有车得很好，这是我最买车最满意的地方。好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厚度，它这个真的蛮能装的哦，就是如果你是带哦有点烧下，就是如果你是买一般的腰包，他们不是腰包，腋下包的话，如果比较硬挺的皮质，它其实里面能装的东西有限。那如果你选的那种比较软的、软烂的布料或是皮革的话，就会比较好塞东西，那它的可以容纳的东西会有更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这个小袋子里面是放什么护唇膏啊，或者是什么这是什么东东？喷那个嘴巴的，你觉得香香的，好。然后2包卫生纸，因为感冒所以一直会流鼻涕。购物袋，就我之前买饮料的时候他给的袋子，然后我有时候要买一些饮料，什么2瓶或者什么一些饼干，我就把这个拿出来。我昨天做好，马上就是买宵夜的时候就把它带出去，我发现真的蛮能装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塞进来。然后这个干洗手喷雾，小的雨伞 ，Seven 这个雨伞我真的很爱，因为它可以，它比较小，所以很多包包都可以放得下，这个也必须放的。钱包，然后湿纸巾，哎，为什么里面那么脏啊？我不是昨天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皮子，哎。这是我昨天的那个屑屑吗？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容量，我里面也有做，其实里面我就是跟外面做一样，只是用一个比较软的布，然后做成内层。为什么这里面会有一些皮的屑屑啊？是，好，手机也可以装得下，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全部再转回去，然后看让大家看一下我里面的容量还有多少。你看，它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呢，就你还可以再塞个什么相机，或者是哦 ，AirPod 也可以放进去啊 ，AirPod 放进去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就差不多。如果加个什么粉饼啊，然后口红什么之类的也 OK。反正我觉得这种腋下包真的很实用，耶！我等一下就要带这个出门，自己新做的包包，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带这个出门，哎、欸，这样蛮好看，这样是不是很好看？超好看，自己讲。好，我换了一个链子，因为，这个袖子太宽了，我想说今天穿羽绒服好了，比较温暖。然后那个袋子就太短，所以我就把它换成这个斜挎的，挎在这边腰间的包，真的很好看哎、欸，你可以让你整身比较素的。
增加一个重点吧。然后这一件呢，是我之前在 U 系列买的，这个款式今年也有出，可是今年出的我偷偷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年出的是不含羽绒材质，而且价格一样贵。我想说，你是怎样？你们涨价讲太贵了吧？你们省钱也省太用力了吧？填充物完全没有羽绒，我这个身片是羽绒，袖子它是用聚酯纤维的，就是填棉花在里面。我那时候就想应该是省成本吧，想说袖子应该不用弄用羽绒。然后这一次是整件，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要买的也已经买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我要出门了，拜拜。